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东。哎，我刚刚把公兔放到了小兔子这边，他们父子第一次见面会是什么样？因为小兔子我刚刚看到它出来了，所以我把公兔又放到了这边，看一下他们父子相见会是什么样，会不会去咬？公兔到处蹭蹭蹭，用它的下巴到处去蹭蹭蹭。父子相见格外亲热，小兔子还要吃奶，但是母兔不愿意给，每次去吃奶的时候母兔就会跑开。这次唯一的一只这个颜色，然后给它给个那个水果，小家伙吃的多好。我感觉小兔子好胖啊，胖嘟嘟的。所以说很多小动物小时候都很萌。我现在还不确定这五只的性别是什么样的，等以后再确定吧。大一点的再看，现在不是很怕人。另外两只，另外三只还是有一点怕我。我没有去刻意控制小兔子应该吃什么，会给它吃什么。母兔吃什么，我就给它给什么。这次当中，五只当中唯一一个浅色的。来来来，上期视频在监控中看起来跟老鼠一样，现在看起来好漂亮。它也跑来吃苜蓿草了，圆嘟嘟的脸，还是很谨慎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。我们下期再见。